走了，我们准备出发。这片应该是建设的旅游场所，那个前面还有酒吧，还有展示中心。德格县本来就是建在山谷里面的县城，但是这一片却在山谷里面打造出了这样一个旅游的一个地方。卫生间什么都有，就还是挺方便的。如果去德格县城里面停车的话，根本就找不到停车的地方。昨天我们从德格县转出来才找到这儿。我们待会儿去德格县城拿下快递，走，走吧，上车。这个是朋友给班哥买的蛋糕，但是因为在路上运输时间太长了，现在这个已经变质了，我们拿过去给退一下。走吧，我们去县城。这个门是堪巴文都，它有好几个门，每一个门都可以进，这里还有观光车。这些地方都画了很多的停车位，现在都是可以直接进来的。班主，看班主，班主最喜欢的就是吹风。来退一下班哥的蛋糕。好家伙，这边天气比较炎热啊，已经变质了，坏掉了。哎呀呀呀，要不别吃了吧，好吧。在加油站把我们的四脚吞金兽啊给喂饱，我们去西藏。组合成功，现在是六脚吞金兽。之前看网上有朋友说房车怎么污染那停车场呀什么的，我们这个是来的时候什么样走的时候什么样，不要说排污水了，一点水迹都不会有。之前朋友都提醒我说啊，说是班哥已经是遇见一周年了，我们在后面找个合适的地方给班哥弄点仪式啊，仪式感是吧。离开出发，看看这一片好地方。大家如果路过这可以来这停车。你是不是摆好姿势准备要开始睡了？这么堵车啊，都堵到隧道里边来了。好像是因为我们要过那个西藏了，到西藏那儿会有一个检查站。堵那么远呀、啊，我看导航上显示堵车20分钟。不是，你跑上来干什么呀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这跑前面来不是甩鼻涕就是打喷嚏啊？你对我挺好呀是吧？过去。哎呀，你看你在甩了，甩完那就回去了。你真的是好狗呀，我跟你说。我们要进藏喽。这就是三个西藏的金沙江大桥，等了一个半小时吧，总算过来了。看一下，这边是出藏的车辆，也是这么多。你抓我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去抓小叉的手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去扒他手干嘛？嗯？哎，你在扒手干嘛？我靠！你是在干嘛呀？刚刚警察叔叔问我们，二哈有证吗？我们说有证，有狗证。啊，有狗证。当时人家不是二哈，可是班哥。哇，这里路上有猴子，他们挡路了。猕猴是不是？你想认识新朋友吗？是不是？不要下来了，这下面太危险了。哎，哇，它好小哦。哟。哎呦，它好小哦。这也可以啊，你看。哇，它只有一巴掌大。你看这家伙。它好小，我给你。哎呦，上哪儿去了？呀。这个家伙背上还有一个呢，好小啊。我们是317国道上刚刚进西藏不久，这儿有这个猕猴的保护区，他们应该就是猕猴了吧，全都是。你看这个啊，他妈把他抱一把抱了。哦，他说他太危险了是吧。他们一点都不怕人呀、啊、我感觉。他们有好多香蕉啊，我们没有。我们还剩一个苹果，待会儿去车上拿给他们吃。我给他们。哎呀，这是猴王不是？你看他的屁股那么红，一看就比较屌。就少了一只是吧？真的。哎，你看。是的。这个小家伙，哎，上哪儿去了？哇。哇，他好灵巧啊也。你看清了吗？看清了吗？这个家伙，上哪儿去了？我追不到他了。他少了一只手啊，没有右臂。你要捡石头是吗？
我们回来喽。你看班猪真的太乖了，刚刚那个朋友过来说你家的狗太乖了，在车上它都不下来。班哥这狗头在这儿它都不敢过来。哎，给你吃。哎，掉下来了。他好怕，你看他。这是狼，吃了狼的食物，是吧？这个家伙小心翼翼的。哎呦，来最后一半儿。来，给给给，叔叔。给你。这都不去拿吗？啊、哦，又去了是吧？你怎么了？呀，又在接着睡了。起来了，白哥，到站了。他狗，你看这个刚好跟他躺平。大哥，看那一边，现在的夕阳好漂亮呀、啊。还没找到停车的位置，感觉要翻到垭口。哟，猪猪，你醒啦？你每天好会掐时间啊，快到了你就行，快到了你就行，是不是？嗯，推过去，推过去，到垭口了呀。是呀、啊，雪吉拉山口。